一同来关心天气。明天受到寒流的影响，各地气温都是偏低的，低温下探9度，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保暖。一同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。我们来看到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9度到14度。中部地区，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9度到19度。南部地区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10度到22度。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10度到21度。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6度到17度。来关心未来的3天天气气象。我们来看到北